我走在路上的时候呢，都会有一些路人过来问我说：“你心情不好吗？为什么你都不讲话？”然后我就心想说：“要不然我在路上说，大家好，这边后面呢是……”这样也会怪怪的吧？是不是？所以其实我私底下话真的很少，就是荧幕上跟私底下会差很多。所以大家，我心情没有不好，好吧？就是原本的我而已。但是其实，在我身边有很多人是非常喜欢聊天，因为其实有时候出外景，常到不一样的地方，然后我就可以看那个摄影师啊，他明明就不会泰文，也英文不好，但是他就可以跟当地的司机聊得很开心。然后他回来的时候，我就说：“你们刚刚聊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就聊说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啊，或者天气什么怎么样。”我说：“那你们用什么聊？”他说：“哦，就比手画脚。”我说：“哈，这样也可以聊个半个小时回来。”所以台湾人在大家印象中好像都很爱聊天。我就跟你一样，我永远走在路上就会有人跟我说：“你跟你老公吵架吗？”啊，我说：“我脸上有露出吵架吗？”对啊，因为我不笑不讲话的时候蛮凶的。对，然后甚至会有人说：“我那天你很难相处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因为我上次去买面包，看到你，你没有笑。”啊？难道我们走在路上一直嘻嘻哈哈吗？后来我买面包都要很开心。所以就是只有摄影机在拍的感觉。对对对。所以钟平哥有很聒噪的时候吗？因为他给我们印象一直就是很安静，话很少。你绝对不能跟他聊到两件事情。什么？木头跟树。植物。有一次玉林哥就是起了个头，其实玉林哥也没有任何想法，我老公就开始聊了一圈，然后玉林哥就说：“我不应该起这个。”连他都觉得后悔，招架不住。对，这两个他就会聊很久。对，所以我真的觉得台湾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冷冷静静的，但只要一打开一开关，停不下来。是我们这样觉得，还是你们也觉得台湾人很爱聊天呢？帮我举一下圈叉牌，圈圈圈圈圈，目前为止圈圈，全部人都觉得台湾人很爱聊。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人，他讲话就不公道了，欧阳山，你比台湾人更爱聊吧？你也举圈，台湾人真的很厉害。会聊的东西可多，但是我觉得台湾人的强项就是食品，真的没有看过任何一个民族，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形容吃的这么的多。然后就是像美国人，我们也会爱讲吃的，可是讲的样子就比较简单了，就吃什么就是什么。对，你们形容的单字都很少。对，很少。你比如说台湾的三字经是有香喷喷、油腻腻、香喷喷、香香、酸溜溜、香 QQ、软绵绵、Q 弟弟，那就是三字经。那我就给你举个例子，就是国外的，像我们都吃麦当劳啊，那麦当劳的广告，他唱出来的那个小曲子，就是用那个大麦克里面是什么？我给你唱 ，Two whole patty special sauce lettuce cheese pickles onions on the sesame seed bun， 有没有？可以帮我翻译一下。这里面的材料，就是生菜啊，两片面包，酸黄瓜，两个全牛肉的 patty special sauce 特别的酱，就这样子。你在想中文版吗？对对对，酸黄瓜在一个芝麻的面包上。真的很无聊，就这样。对对，你看，我们有独特酱料加生菜。我跟你讲，谁最独特就是莎莎。怎么？他有讲到食物，他说：“大家来猜，我在说什么？这个东西哦，在国外好想念，一回家就想吃啊，然后吃一口流口水啊，然后会咿呀。”我过年的时候有出一个考题给他们猜我在吃什么，但我觉得你稍微浮夸了一点。然后还说吃的时候要咬，然后边带吸啊，对，边带吸，咬再吸，咬到炸酱面，吸一口是吧？咬带吸，然后吃的时候就会这样子。我跟你讲，是这样。韩式那种炸鸡，鸡排，因为你想大口咬，但是不过很烫很烫，然后因为那里边有肉汁，所以你要吸一下。我形容的没错吧？是有点浮夸了。所以你就觉
得台湾人太多形容词，台湾人太喜欢形容食品，也很爱吃。我在美国认识一个是西方，完全是西方人，他很少接触东方的文化。我带他去波士顿有一家叫做台湾咖啡，就是台湾的菜，我带他去那边呢。结果吃的哇很丰富很好，可是他没有很注意到那个菜，他就觉得今天是不是节日嘛？因为里面很吵闹，每一个桌子，因为台湾人在一起吃东西说的，哎，怎么样？你今天做什么啊？他有没有女朋友？你最近干嘛？ blah blah blah， 然后一起有十几个人圆桌这种，好几个一直在叫，他就。哇，好吵啊！好，那宝宝，你也觉得台湾人很爱聊？对，然后你也很爱聊啊。我有一个就是专门就是接送我那个去机场的那个司机，是一个男生哦，男生，你看我跟他有什么可聊的？他每次来接我，就像我最后一次我离开台湾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是写心情还蛮复杂，结果他跟我聊一路，聊到口干舌燥，告诉我后面说啊，那个后面还有水啊，跟大聊了，对，这一路啊，就是从我家到机场，就是聊到口干舌燥，他还给我提供水。我有一次在一家店里面，我就在吃东西，吃一吃，突然就后面有一个阿姨就突然打我，就你那你家啊，然后我说哦，对，我在这边吃面啦，然后就到耳边说你吃错家了啦，是隔壁比较好吃。然后我说阿姨你管太宽了，对，台湾人遇到美食就会忍不住。那珊珊你也觉得台湾人很爱聊？对，而且我觉得刻板的印象中大家都会觉得女生比较爱聊，但是我觉得台湾男生真的不熟，而且可能会更会聊天。就像你讲我老公好了，因为他每次都会陪我露营，对，上台北，那都是打开车从高雄上台北，我觉得应该会很累，所以我跟他说哦，你不用进摄影棚，不用看，你就可以休息。然后每次我录完，然后我说哎，你休息应该有睡觉还是什么，他每次都跟我说啊，没有，这边有什么拿山妞啊、杜家、波拉的那老公，我跟他们聊天，然后聊到完全不会想到他要休息。真的，台湾人很爱聊。那酷，你也觉得台湾人爱聊天？我刚来台湾的时候，我在一家饭店打工换宿，然后那边的男生们都来问我，哎，台湾女生啊、韩国女生和法国女生如何之类的，那边的厨师。他真的很厉害，他每天在我上来问我，这样看我，哎、欸，你昨天晚上跟谁一起睡？想要吗？不是，其实我没有带过女生啊，没带这样的，我觉得自己很可怜的、啊。台湾人，我觉得他们很喜欢跟别人分享他们人生的故事，比如说那个厨师，他年纪比较老，他算叔叔。然后我在工作的时候，他跟我分享他年轻的时候的经验，他跟我说他踢哈雷，然后把妹带他们去看海，然后在外面一起睡，对，我觉得很厉害。然后后来我什么关于女生的问题我都去问他，这么厉害。那哈鲁，你也觉得台湾人很吵？很早啊，对。我有一次就要在路上，有人认到我，哎、欸，你是 WTO 的哈鲁是不是？然后大家就 say hello， 然后就那个时候就没有问题。但是大概三四分钟，我们聊天之后，就他马上直接问我，哎、欸，你的通告费是多少钱？啊？就我觉得路人才跟你差距、啊，就我觉得很尴尬，那个东西就应该不用回答吧，对。这太尴尬了。其实我的经纪都直接问我这个问题。那你通告费多少钱？一起回答就不会有人再问你了。好，所以丰田，你也是吗？觉得在台湾，觉得台湾人特别爱聊天吗？会、嗯。我也是坐那个计程车，那时候他问我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是不是艺人？”然后我说：“啊，对。”然后他说。你是什么艺人？就是做太尴尬了。聊聊就我就开黄腔，就谁跟你就反正是乱讲啊，乱讲。结果他生气，哎，你依然不可以这样子，然后一直看着我聊。太夸张了，好危险，好恐怖哦。对啊，所以晋伦，你有遇过那种台湾人很喜欢乱问一些你问题吗？太多了啦，比如说我新加坡嘛，对，最常问到是哦，你们那边是吃口香糖叫鞭刑？超级老问题，就你们一定会问。
讨厌被问到什么问题？最讨厌就是问八卦的，就是哦，对，对，就像是哎、你们哎、你不是在这圈子吗？那蔡依林跟那个谁是不是有在一起？对，或者说哎、蔡依林她婆抓好了没？还没有，还没有这么还没有这么update啦，对对对对，还通常问那个谁谁是不是喜欢男的。之类的，对对对，就我跟他说的不熟不熟都不熟都不熟。那 Honey， 台湾人是什么话题都会聊，然后尤其是看到外国人，而且语言不通也不会，没关系，很多聊天。对，所以我也是常常就外面的时候，就我比较不太那么爱聊天的，就我安安静静就帅帅的，就帅帅。然后就这样的时候，可能就讲到韩了，或是就旁边的台湾人知道是韩国人的话，他们就默默静静过来说：“你完蛋了，韩国人。”就这样开始，好烦哦。对，然后说：“啊，对对对，哦，会讲中文，这样就完蛋了，就是走不掉，一直聊聊，然后。”最尴尬的时候是，比如说坐计程车啊，或是坐捷运，一直一直聊，那就我也不好意思打断哦，我好像车子到了，然后就哦，就聊都不好意思打断，那就车子走了，哦、然后就这样聊聊，对，聊聊的，然后就前面他的车到了，哦，我先走了，然后就他就到了车子，就他就立马走了，我就哦，什么？对啊，我陪你这么久，然后我的车子走了，你车子到了就马上走，我说哦，好吧。对，台湾人真的觉得哦太厉害了。对，然后像我有一次去银行开户，然后那我在开户上面不是很多我的资料嘛，然后行员就说哦，这是你的电话，姐姐姐说这是你本人的电话吗？我说对，他说哦，那我要抄下来，也有什么好吃好玩就问你，我就。我至今还是不知道怎么办。好险他都没打给我，好险。那你呢？你也觉得台湾人很爱聊？有一次我在公演的时候，那个是我22岁而已，就很小嘛。他就跟我打声，他说 Do you speak Chinese？ 我就跟他说 Yes。后来他就跟我聊5分钟，有的没有的，后来马上聊到床上来了。好熟哎，他就问。台湾的男生跟那个印度的男生的器官哪里差别？跟这个男生，我跟他都不聊，我不知道啊，我皮肤比较黑，我哪里会知道？哪里会知道那些东西？说的奇怪，怎么跟认识一样？他什么都聊就对了。还有台湾的一个聊的问题是，他连拉肚子都会聊。哦，对，拉肚子、便秘什么都聊啊，我都觉得拉肚子有什么好聊的？不是，你知道我昨天打了一条这么大的，没有，我都觉得这个不是很丢脸的事吗？还特地打电话来，特地打电话呀。但是我觉得浩然姐，你常常遇到一些妈妈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知道我跟你讲，主妇无极限，他们的话题好开。而且像我们结婚22年，迈入23年的，你知道，他们就会很好奇你很多事，尤其是一群妈妈的时候，就会有人直接就说。你跟你老公现在一个月几次啊？是初次见面吗？初次见面吗？就是没有到很熟，可是你知道妈妈在一起就会什么？对。那请问你要周边那么多人，你要怎么回答？你讲多，他就说哎呦，不要为了面子。吹牛这样子。那你讲少，他就说不容易做爱，没做错。姐妹会就是八卦哭，一人八卦无所遁形。我想起来，因为我看过你们的八卦，所以他有一次一来节目，他就说我看报道你们要离婚呐、啊。连叔在传这个，所以你没有看到，你没有看到，没有在台湾挖看到了。因为有人直接又说，你跟你老公下一个月几次啊？初次见面吗？就是没有到很熟，你讲多他就说哎呦，不要为了面子吹牛这样子。那你讲少他就说新闻讲的是真的。真的很难聊。所以到后来我就会想到一个方法，就是人家说哎，你跟你老公下一个月几次，我说我老公种树的哦，需要体力哦，你觉得呢？这给他想象空间。对，想象，我也没讲多或少啊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我想说你刚才说，因为我听中暑，我想我这样中不容易做爱，没做错。种树，种树，种树，要体力好才能种树。我想起来，因为我看过你们的八卦，所以他有一次一来节目，他就
就说我看报道你们要离婚啊，连续在传这个，真的说他们两个要离婚了，好像那个 LINE 的那个群组，所以你有看到，你有看到，我没有在台湾，我看到了，我其实不要讲，我一天到晚看到，说什么我不想忍什么，我跟我老公说，我说到底是多少人想要我离婚，所以台湾人很可怕。好，所以刚刚都是讲台湾人嘛，我也想问一下，你们觉得在座哪个国家的人也很爱聊哦？美国、印度，有人还写上了名字哦，有人写一个，有人写两个名字哦，有点超过。好，我们先从宝宝，宝宝，你觉得美国跟印度？对，我他说的两个的，对，你也知道哈，因为欧阳山之前我是因为我们两个是家住附近，不得不一起坐捷运再回家嘛，结果我们在捷运上就开始聊。聊啊聊聊，都下了捷运，你知道吧？车也路过了，然后还没有聊够哦。然后你们内容都大概聊什么啊？哎呦，天底下，我跟你讲，国际上或者是什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你都不用看新闻的。我跟你讲，就你去找他就对了。就已经要回家，我都想说，哎呀，我要回家了，跟他拜拜吧。结果没有看，我们到那个7-Eleven坐一下，然后在那边又买了6瓶啤酒，啤酒，继续聊6瓶。对，然后我们就两个在这里，因为他喝完他更嗨，你知道吗？完蛋了，完蛋了。对，我就根本都回不了家了。我也像张 Kim 有。我们跟姐妹会的女生坐计程车，她坐一次讲话，那个司机先生的车子越来越慢，因为她都装那个就是节目里面那些八卦的东西来。后来我发现以后，我就一直跟她说 Kim speak English， 她根本不甩我，一直教她的中文。后来我说地方到了，我们要下车，根本还没到，就说要让她断掉。她的节目下来，想到宝宝，她很会聊，但是。喝了啤酒他更好，骗你，因为还没有喝啤酒，我们在坐公车回家，他现在哎，欧阳山来看，他今天已经拍了100个 selfie， 他要我看这个好吗？还是那个好？还是这个？还是那个？哦，我看到第20个，真的都一样。对、啊，所以你有时候也是觉得不想再跟他聊，是他一直在聊。哎、欸，对， okay, 互相都有问题。好，然后柯瑞，你刚刚是说、欸、我美国美？对，可是我早知道那个宝宝也会来，我可能会先打入。对，可是对是美国没错，因为我觉得美国人他们。是很开放的聊，他们会很会聊很多事情，而且他们是很喜欢跟陌生人聊天，对，像我们，所以你们学英文啊，我们有一个很基本的英文，你刚遇到人说哦 ，Hi， How are you？ 你就会 Fine， Thank you。对，没错，美国人不会这样，他们真的会，要不然会跟你说他们现在的那个情况，真的状况，真的心情，比如说对。他们回答：哦，我最近我的身体不好，我最近跟老公吵架，他一直讲一直讲，好像是我听到他一辈子的那个故事。对，美国人真的好喜欢聊天，欧阳山。对对，不会说 How are you? I'm fine 就好了。I'm fine, and you go? 这个礼拜怎样？对啊，一定会有接着。对，所以你觉得我们应该要怎么样，就是应付美国人，他们才会觉得哎？对他不想聊了，我不跟他聊了。哦，这个很难。真的假的？那如果我一直装作听不懂的话呢？哦，那这一招是高招。高招。如果说是亚洲人，可以说I know，不要说 I don't understand， 那个就文法对。就躲不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英文基本上都会的脸，就一定要聊下去。对，我有一个朋友是请我去演讲啊，对，然后要中文，找对人了。可是这个人要我讲1个小时都是中文，然后我说要说什么话题啊，随便你。这随便你是最坏的一个答案，最难的。对啊，所以我做什么，像节目不是有很多板子吗？对，有时候什么照片之类的，对对对，我就说啊，这些故事都讲过，那我就跟他们讲一些好玩的，这样1个小时可以熬得过去啊。我就说都是老人家，是那个叫做妇女会，哦，都是65岁以上，那个很恐怖啊，听不下来了。我朋友说你放心了、啊。
他们不会问你任何私人的问题。哦，太好了，我就讲个一个小时，然后快结束，我再看我手表的，59 ，OK finished， 然后好来发问。结果他们一开始发问，全部都是私人的问题，就是、你老公是台湾人，那台湾人跟美国男生比起来，哪一个？这样个性方面，个性方面，身体方面，楼下下面也什么都可以讲啊。好，那酷你呢？你刚才是觉得哪一国人很爱聊？我觉得最爱聊是韩国人，韩国人很有，对，韩国人很有趣。第一次见面，他们可能很安静，甚至有点尴尬。像比如说我跟 Honey 或是跟小敏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们会一直鞠躬啊，对，而且是很远就在鞠了，会很谦虚啊，会一直赞美对方。相处越久，或是跟他们一起喝过酒，我觉得我的经验是跟韩国人一起喝酒是。点手最快的一个方式，对，所以在韩国有很多24小时的餐厅和咖啡店，就算半夜也有很多人，对，所以凌晨3、4点好多人，对对，我好几次跟韩国朋友聊到隔天早上，对，哇塞，停不下来，真的，要看了，其实韩国人是如果不熟的话，真的比较。保持距离可能是比较安静，然后如果男生讲话太多，觉得没有很 man， 就好像娘炮一样，就说一直讲话就没有那种，对对对 对， 对，所以可能就一开始有人过来讲的时候也是，刚刚也是厉害了，就想赶快就OK， 赶快停，差不多了不要再讲了，差不多这种，真的跟我这样，他对，他讲话很多，因为我是怎么发现的，因为我是。最近录完节目以后，大家跟有时候一起同学那个他们一起坐捷运回家，那就知道谁爱讲话。因为如果是比如说我跟孟璇啊一些朋友坐捷运的话，就讲电话都忙看书啊，都忙自己的。哦，宝宝哭，还有那些，我跟他坐那边的，哈尼，然后他就，一想到他中间好多了，然后是我吗？然后我在应该是小飞吧，因为我觉得中间很尴尬，不用这么讲，因为不是旁边的话，坐对面，对旁边的话我可以就听，但是明明是这个距离，然后说一直讲话，我就说完全没有，他们太厉害。然后我刚才讲，他们两个是今天哇，他们是录影前到休息时间，一直讲话，没有停过。然后就录完，我们离开的时候，因为录完了嘛，就大概多久时间？太累了嘛，喝个水休息。他们没有，一直讲，吴阳山最厉害，最厉害。因为宝宝是还是中间停，因为要拍照的时间。这边如果宝宝开始拍照的话 ，OK， 就是镜头，就太高了。对，然后这边忙的话 ，OK， 好。那珊珊，你刚刚是觉得法国人？为什么我经常想说法国人？因为我觉得他们爱聊天，可以影响到别人。因为我觉得法国人很不喜欢工作，然后我有在想事情，很喜欢工作啊。但是他们真的很会想理由，但是你总算不可能每天都罢工嘛。那最简单的消耗工作时间的事情就是聊天嘛。所以我发现法国常常你在餐厅、咖啡厅还是银行，你要办事情，然后都很慢很慢排队还是什么等很久，然后你会发现他们的员工都在干嘛？他们都聊天。在欧盟有一个研究说，我们法国人的工作效率是澳洲的前几名，是真的，公共差是真的，我们第七名。哦，是英国做的调查吧？不能相信。然后我就在看法国电影，你们如果看过法国电影，你们知道对话的时间就是最多最长，对，他们一直在对话，所以那个演员一定要很会聊天，他才会背那么多的台词。对。
然后像美国电影就完全什么话都不用说，但是韩国的电影它全部的剧情就是在于他的手话，说话说话。我问一下大家，你们觉得酷是一个很爱聊的人吗？非常，很健谈，我很爱聊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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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你是喜欢跟漂亮或是帅的人聊？好好说，两个都可以。想问一下大家，你们有没有什么话题是各国的禁忌？讲了之后真的很尴尬。靖伦有吗？有没有什么话题你们聊的是觉得哦太尴尬了？我们在新加坡有些话题是你最好是不要聊。什么？像政治。嗯，新加坡非常的敏感，所以你不允许有这种，不允许有这种，应该说不允许有这种思想或什么之类的。想一下才能讲，想一下还要做功课哎，可以聊什么？在自己家里可以了，但不要在外面广众。好，那丰田，你的话呢？我是要问你说，如果要跟你交朋友的话，要聊什么呢？跟女生的话，先讲例行的话题，就比如说，哎，你的兴趣是什么什么的，然后测试一下你是不是对我有感觉，还是只是把我当一个朋友这样。然后那如果对你有感觉的话呢？我就不听，听不会听啊，不会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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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不是，听吃豆腐，听啊，听啊，讲台语，听啊，听啊，怎么逗逼啊？如果你是朋友。你把我当朋友的话，我会请你。如果你对我有感觉，我就不会请你。哇！我觉得你请的用法好像有点用错了。我如果你对我有感觉，然后我也请你吃你的豆腐，请你，你就会觉得我好像我们俩互相有感觉。对，就这样子，我伤害你的心嘛。哦，这个是帅哥的困扰。说的非常的好，辛苦你了，真的。OK， 好， okay. 怎么办？突然觉得不知道怎么跟他讲。他说的没错。OK， 好的，好，一样是日本人。我们问问看哈鲁，别人问你什么，你会尴尬？尴尬。日本人，你的什么多少？哦，该不会是那个吧？欧阳山爱聊政治，遇到谁都能聊几句。他会先聊那个美国的话，说你听到这个新闻啊，这个人很烂。那聊完这个，他会来问我，哦，我听说澳洲的政治是这样吗？各国政治。那他聊完以后，他过来说，哎，北韩的竞争啊。日本人，你的什么多少？哦，该不会是那个吧？你不觉得日本人尺度都很开吗？那就不会是多少啦，就不会少啦，应该是多长？我没有问长度。没有没有。哦，薪水。基本上日本人的话，就私人的问题什么都不能问，就薪资啊，或者是有没有结婚啊，有没有男朋友女朋友啊，或者是有没有小孩。我家里爸妈做什么，什么都不能直接问。所以我刚刚觉得台湾人很爱聊天嘛，然后美国人也很爱聊天嘛。那我就个人觉得日本人跟日本人聊天的时候，其实非常的无聊。真的、哦没。有时候没什么内容的。哦，所以薪水还有一些私密问题是绝对。就是如果要那样的想要问的话，我们先要问那个，哎，最近如何啊？你的生活怎么样啊？我先要一直要给他话题，然后他又开始自己要讲出来他的事情，然后才听到他的这种话题，所以我们可以聊天这个部分。哦，好，我觉得日本人真的很麻烦。好，现场刚好有两个日本人，我们来比对一下啊。丰田，你也是这样觉得吗？这种私密的问题不要问。我自己是可以。我也觉得你可以。他都跟司机讲黄色笑话了。对，而且我上次在节目里面说，要不然你让我看你的奶头，他说好，他就把衣服脱了。你很无极限呢，但你如果回日本也是很敢问吗？别人问你薪水多少，你会说吗？如果回日本的话，不会，对吗？不会。所以在台湾就可能比较开放一点，但回日本就会变回日本人。对，我觉得在美国很多问题是可以问，那最方便的问题就像这天气、娱乐。
这两个哦，谁都可以跟你聊了半天，但是体育聊半天，天气，对，我们不久就出太阳跟下雨，还有什么好聊？因为假设说下雪，对不对？然后外面很冷，你又要铲雪，那你可以在那边抱怨哦，你看我这里很酸痛，因为我一直在铲雪。哦，对，你看今年下雪那么多遍哦。对不起，我们开启这个话题。好，我就在那个就讲到那个体育，其实这个是蛮安全的，但是要注意在哪里，因为体育可以变成像那个政治体育，两个都不好是怎样？因为我在纽约长大，后来住在波士顿，对，这两个好地方啊。可是波士顿是红袜队，对，纽约是洋基队，这两个是敌人，所以你在波士顿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说 Go Red Sox 耶，然后你在纽约的时候，对 Yankee 喂。可是我在波士顿，他们都说 Yankee Go Home， 我想说我住在这里，不要生气。对呀、啊，我邻居他有一个很大的白色的布条，写了个黑字说“洋基队”，你妈逼！我跟你尺度不好啊，真的，他很大的。然后就政治这个东西很妙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在美国是有共和党跟民主党这两个。那纽约的人几乎九成是民主党，波士顿也是。所以这个本来也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就讨厌 Trump 就对了，共和党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家我们什么圣诞节、感恩节大家都会聚会。我有一个表弟，他变成军人，然后他是很高级的军人。那变成职业的军人，往往是被污染了，变共和党。这也不算是污染了，就被那些坏人说服了。所以这个我本来不知道，我哪有那么聪明，所以我就回家，我妈就打电话说圣诞节来我家，然后她说圣诞节你的 cousin Tommy is coming here。 哇塞，先警告。对啊，她怎么样，她一辈子都来，今天有什么不一样？她说他现在支持共和党啊，千万不要讲，在家里不要讲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妈是跟每一个人私底下来，然后我表哥表弟他进来，大家都突然不知道聊什么，嘴巴都闭起来。天气啊！刚刚 Kim 说你不要聊那个政治这个事情，可是我每次来这边，我们在外面准备，一直听到他聊政治，他会先聊那个美国啊，说啊你听到这个新闻啊，这个人很烂。那聊完这个啊，台湾政治，他会说啊，你听说台湾的那个市长有说这句话，我们总统怎么说？然后他聊完这些，他会来问我哦，我听说澳洲的政治是这样吗？有多政治？那他聊完以后，他过来说，哎，北韩的竞争啊，北韩的什么都没。好，那酷，在法国的话呢，有什么是禁忌的话题？我觉得对法国人来讲，吃饭的时间是非常神圣的时间哦。对，跟公司跟客户一起吃饭，也不要谈生意，就是吃饭的时间等于休息时间，不要继续工作。那我可以吃饭说，哎，今天的排骨好好吃哦，你喜欢吗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是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不要聊工作内容就可以了。对对，我刚来台湾的时候，我和我老板当时跟一个建筑师开完会后一起去吃饭，然后他们一直谈生意啊，谈价格啊，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啊，怎么付钱。我那时候什么都吃不下，我等到回家才吃。在法国这个情况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很喜欢用吃饭的时间就边吃边聊，什么都能聊，所以在法国千万不要这样。对法国人来讲这都是压力。对，好的，那韩国的话呢？就你跟谁住一起？对，你跟你女朋友住一起。这答案是爸妈。没有，这个是我就不能问。其实韩国人也是跟日本有点像，不会问私底下的就私人的东西。那类似比较严肃，我们来说比较严肃的是，你爸爸妈妈的就
有没有你的家庭对整个完整的，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离婚啊或是分这些东西，那就韩国台湾跟其他国家好像聊的还是 OK， 就哦就我爸离婚了，或是妈离婚了，或是我跟我妈住，我妈自己住，对，然后就爸爸跟女朋友一起啊，然后什么就都会讲，但是韩国的话，如果要讲的话，是爸爸跟爸爸的女朋友啊，对。不会，好，继续。然后就，哦，有女朋友的打，除非如果是，哎，都一定要打。爸爸妈妈还在一起吗？女人不能聊的秘密，全世界都一样。是有一次那个人问我说，哦，哇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所以我都就一直装。一直装，所以最近剪了新刘海就是在装年轻嘛。那要不然全部人看他没有看我啊？啊！除非如果是你要结婚的时候，结婚的对象的父母说：“哦，你的爸爸妈妈都在吗？或者是你们有没有这种，啊，离婚的关系才会问。通常我们不会讲。”所以我们学生的时候也是填资料，家里的资料的时候，那边如果写那些资料的话，老师不会互相同学看，就哦，因为同学看的话，这个是一个我们觉得一个是这个是一个对一个就不太好的，其实不是不好的，但是我们的印象是，哎，这一定要保持。爸爸妈妈还在一起吗？那我很好奇，你们如果决定要结婚，会因为对方的父母亲离婚而影响到那个婚姻？会有，以前的话会，现在也还是会稍微有影响到，有一点觉得担心。所以我跟你交往6年，到决定要结婚，然后后来问你爸妈不在一起之后，我就可以马上分了吗？是吗？但是可能是结婚以后，可能有什么西婆，可能会有一些。跟你在讲韩文呢？对，所以韩国还是有一些方面就会有这个问。那如果我爸妈没有离婚，但我爸爸有5个老婆，可以吗？可能就对，没有，可能对方的爸爸会很羡慕。好，那柯瑞在澳洲的话呢？澳洲，别聊什么啊？是那个吗？就是我，是吗？不是。棒子啊！因为我发现，在台湾，我发现台湾人很喜欢问你的房子是多大。比如说，有人来我家说：“哦，这边不错，但是这边是几坪啊？一坪是多少钱？”不，这因为是很好奇啊，他们会想算是不是划算的地方。可是，在澳洲，你问这个是有比较像他们说那个是私人的问题，因为你是想问你花多少钱。对，所以澳洲人第一是因为澳洲人的薪水比不好，所以他们不会算是多少钱。第二是因为我们房子比较大，我们不会知道到底是几个平方米。这句话好，所以不知道。重点是因为你如果他们不会像薪水一样，不会说哦，我卖这个房子花多少钱，因为他们以为你是在算他们的那个位置是多少，还是他们的钱。如果他们是花700万是买一个房子啊，哇，他们好像是算有钱，所以他们是不想给你这个印象。好，所以要小心哎，我每次出国看到别人家里有院子什么，就说你家多大，好像很棒哎，原来是哎禁忌话题，对，不要问。好的好的，所以欧阳山美国也是这样吗？因为你们的房子也好大。对对对，其实美国有一个是类似，就不一定是你房子有多大多小，可是人家会有一点敏感问说你住哪里。因为你住哪里，尤其在美国会说出来说明你有没有钱。对，可是你比如说在曼哈顿岛的话，我说 Upper East Side， 哇，你超有钱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有时候这个很麻烦，因为像有人问我说，哎，你住哪一个区？我会说我住在牛顿区啊，那个人就，哦，God， 你超有钱，就觉得这样我很有钱。那我应该开始很有钱，你现在只是在装了。当然是没钱了，就住牛顿很多别墅。很棒，可是牛顿是蛮大的一个区域，所以它是有
怎么讲？就像在台北市大安区，隔一个马路的价钱可能就差一半。对对，所以我住的那一区算是中产阶级，好不好？Middle class， 好不好？对。可是有一次那个人问我说：“哦、，You live in Newton？” 后来我赶快说是西牛顿，那样就得了。可是他回我一句，他说。本来是穷人去，他很得意。嗯、你看，很差劲了、啊，有没有？就是很糟糕。本来觉得哇、哦，你了不起，后来觉得你也还好，就很吃力，很瞧不起你。哦，因为台湾人会聊你住哪里，只是想说要不要一起回家。看你们不是，就是要看你的身家调查的感觉。那我们看你练女。哪一年生？就是因为我们印度尼山都不太喜欢讲年龄，包括我自己住台湾那么久，我不晓得这边几个人知道我的年龄，我也不清楚哎。因为我每次上网查就有了。就是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因为我真正的身份证跟自己生日也不一样。你这么神秘，到底印度女人年龄造假的用意是为了什么呢？大家好，我是从法国来的酷。我们今天来学法文。好，你们去法国旅行的时候，在餐厅要喝水的时候，要不要付钱吗？要付钱，要付钱的话，要说 payant。所以你们可以问 c'est payant， 这个是付钱的意思。c'est 是这个要付钱吗 ？c'est payant， 因为在法国的餐厅。谁都要付钱，要记得啊！因为我真正的身份证跟自己生日也不一样。你这么神秘？没有，因为我们印度都可以改，因为我是早读的。你说出生的时间可以改？对，我们印度可以改，一些人也会可以一些少一点，一些人也可以一些比较大。哎呀，我们政府承认了吗？就是高中以前，这么久。如果以前是考公务人员的话，就是他有个固定的年龄，就27岁以前就一定要考上。可是不可能全部人27岁就考上，一些人就考好几次，就是会少写的，少几年。可是我是早读，就是没办法参加联考，因为我年龄不到，所以我也有改过。所以本身年龄没有人知道我是几岁啊？所以几岁？他好几岁？你知道自己几岁吗？只有你自己知道。有一天如果你不小心失忆，就没有人知道。所以他们，可是女生的话，他们什么都可以聊啊，比如说老公的薪水啊，或是床上，或是啥，就什么都可以聊。都可以聊，但哪一年生不能聊？对他不能聊。可是男生的话，他们。姓氏嘛，职业啊，他们不用做这个，他们什么都会低调。比如说，认识人会可以聊的。比如说，像台湾不是什么人都会问，给我老公做什么这些，我都会讲嘛。可是印度说我们陌生人最多不会说给他在做什么这些。为什么？就是怕给如果他工作比较好，是家里有钱的话就危险了。我姐夫是那个大学校长嘛。他们的校长对，那他薪水很高，那他都跟小孩说，不要让人家知道他爸爸是那个大学校长啊。就是因为有一次他得罪人了，他儿子被绑架，他那个时候七年级而已，七年级时候就帮他一个套，他丢在马路旁边，就白天时候，所以我们后来就还找到了啦，因为那个马上都。太可怕了，对啊，所以那边都男生都很不喜欢给外面说给他们做什么，或是家里钱的那些就非常低调。我觉得今天这一些应该都要做笔记，因为我觉得每一国都有每一国的规矩跟该有的礼貌。今天做笔记之后就是。是一个礼貌的孩子，而且是一个很好聊的人，好吧？也希望你们大家继续跟台湾人聊天，好吗？拜拜。很喜欢聊天，谢谢大家。小朋友姐妹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快来帮我们按赞，还有订阅，拜托拜托，再拜托。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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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